网友盘点王一博这几年的壮举，上新歌把网易云搞崩了，上杂志把微店搞崩了，上新剧把爱奇艺搞崩了，这么强的能力还有谁不服？反正我是真服。易烊千玺、王一博来催你自立了。今天少吃一口油，一博带你去旅游。笑不活了，是王一博听到当年一骑着大摩托出逃的难度。中国人不骗中国人，快艾特你正在减肥的姐妹。上一场的那个竞演你没有来，那你后来再回到课堂上帮他们上课的时候，有没有感觉什么样的不同吗？没有不同，大家都还很认真。没有不同，是他们没有进步。没有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状态啊、心态上啊什么的，都还是很认真的。对对对对。